才专家，非白人在纽约也能当主角。以前有人提过，阅读的最佳办法就是随便抓一本书开始读，读到一半发现又有不懂的段落，就把书放下，拿起另外一本书来继续读。我就是靠着方法发现不才专家 Master of None。 这出戏拿了很多奖，金球奖、艾美奖都拿到了，但真正让我好奇到想要看一看的是丽娜维斯 Lena Waif。 推荐给想看30分钟以内故事可以玩出什么花样的戏精级观众。不喜欢按照集数顺序追剧，想看哪集就看哪集的观众，